卧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桃园市长郑文灿。桃园市是年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，年轻人关心政治，是国家进步最重要的原动力。卧草举办六都立委给问吗？以对话直接公开的原则，建立起政治人物与公民直接沟通的平台。第二站来到桃园，将在9月23号举行，让桃园市民更认识公共议题，也是公民参与政治很好的方式。这一次经过网友票选，选出了三位最想问问题的立委，分别是陈学圣、吴志扬、郑运鹏。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吗？9月23号下午2点，在中立艺术馆举行。卧草桃园立委给问吗？请大家一起来问。